食猫山王冰皮月饼，梗系香港好推动啦！订购电话62211161，食猫山王冰皮月饼，梗系香港好推动啦！订购电话62211161，我大肥寻找分销合作伙伴，有兴趣打电话嚟62211161。好，翻嚟第四节啦，星期二得到咁啊，加时，因为咧我哋国情都未讲，冇办法咧，一定加时啦。因为头先啊，呢个中印咧，印度啊。同埋中國就達成協議啦嚇，大家都撤兵嚇，咁啊皆大歡喜啦，係咪？咁啊，點解撤兵咧？點解印度會退兵咧？點解咧？係大家熱愛和平啊嘛，係嘛？咁、我問你，咁大家梗有一個和平協議嘅，咁和平協議究竟達成到咩協議咧？咁啊，梗係要人讓步先可以達成和平協議啦，係咪？唔係人讓步咧，點樣達成協議咧？大家都企硬係咪？係啊，日本咩印度撤兵啊，即係離開中國邊境啊？點解離開中國邊境咧？係啦，點解咧？嚇，只有一種可能，就係你講啊，老唔起咯。啱啊，好简单啫嘛，系咪？即系啲人嗰阵时咪去，即系为呢个新世界珠宝嘅周大福嘅原因，佢要喺美孚起一栋屏风楼嘛，将嗰个地基比率用尽啊嘛。咁点？如果啲人话唔再围佢啦，或者放弃啦，咁咩原因咧？就系佢放弃唔起咯。咁但系佢有冇放弃？我哋唔知啦吓，可能继续起啦。咁唯一中国同印度。那個糾紛就是要起嗰條咩鐵路係嘛？定係起嗰條路？起條路，因為佢起嗰條路咧，有機會 cut 斷呢個印度同埋佢嗰邊嗰個領土嘅嗰條路啦，好窄噶嘛嗰度。咁啊，大家都其實有少少常識都知道咧，聽我哋節目咧都知道咧，解放軍係威武文明之師，打勝仗都。退后六十里，冇错啦。逢打赢仗都要退后噶嘛，系咪？喂，佢打1962年打赢呢个叫做印度佬之后咧，就自己向后吞啊，吞几多公里啊？唔知60公里，二十啫，二十啫。哦，佢滚尖 check 风度，好温和啊。所以呢次都系佢明明赢咗噶啦，但系佢都唔起条路让你掟石掟赢咗，系啦。咁啊，大家亦都即系可以掟石春嘅啫，射波子有线摆一条喂，唔系啊，喂，呢个已经系好比较香港激烈嘅啦。你知香港嗰啲系射马子噶嘛？你唔记得咩？哦，系热狗喺呢个沙田官立中学门口射马子，射马子好型噶嘛？射到系啊，梗系喂射马子安全啊，好似我哋咁戆居咩？我自己嗰日拉铁马拉到自己扭伤咗，喂。针灸针咗1000多2000银啊，大镬啊！你知唔知啊？自己俾噶啲钱要射马子最多个橡筋，射马子最多个橡筋弹到自己咁样，唔系都捅一阵啫嘛，唔会重伤嘅。我针灸针咗1000多2000银啊，要自己俾噶，冇得报销噶。咁大镬，勇武抗争喎呢个。系，所以好，所以我哋啲不智就系咁解啦。人哋醒目噶嘛，人哋系嘛？但系咁，佢哋系话自己勇武喎。系啊，佢哋勇武射马子，好勇武。咁解放军亦都系好威武啊！大家冇错一样，哦，大家明白啦，系咪？佢哋都系呢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冇错啦，嗱，解放军咧，我都讲咗啦，近30年来啊，最大嘅胜仗咧系乜嘢咧？广场大捷，讲咗好多次嘅，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喺我国一场政治风波，就由解放军咧呢个27军吓，其实即系野战军咧，就入京平乱，咁咧系天安。门木西地咧就进行一场扫荡，将呢啲一啲叫做咧唯恐国家不乱嘅呢啲坏分子咧，千敌万余人吓，呢个系美国嗰个叫做咧好似系美国嗰、那个唔知边个，我写唔起啊，边份报纸讲噶啦，系11000多人。啊！即系将佢歼敌，咁啊而解放军咧系极少损，即系嗰个死亡系极少嘅，咁啊嗰个战功咧十分之显赫，史称天安门大捷。吓，咁梗系佢嗰啲武器争咁远，有坦克有成。
系一边有武器，边冇武器嘛。系啊，所以咧，呢个唔系武器争嘅原因，系有同冇嘅问题，系咪？一方面有武器，一方面冇武器，仲要俾你熄埋灯喎。咪系咯，唔系熄唔熄灯，你都走唔甩噶，你枪乱枪扫射系咪先？咁所以咧，解放军嗰个战即系、就是、战功咧，我哋系十分之了解嘅。咁所以咧，今次面对印度咧，我都讲咗啦，系一定系非常狠真。是咪最多好似靈王咁樣啦、啊、我要發爛渣啦，喺你屋企喺華府門口嗰邊煙發爛渣啦就可以走啦，係咪？咁今次呢和平解決呢單嘢呢，即係皆大歡喜啦，係咪？咁啊又少咗一個發生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危機啦，化解咗啦，好大家好好啊。美韓呢美韓唔使講啦，你有冇睇特朗普最新講話？佢話金正恩開始識得尊重美國啊！喂，你聽佢講嘢，下一屆孔子和平獎，如果佢仲未俾人彈劾嘅話，一定係佢。唔系弹啊，唔系弹都要俾佢，金正俾佢，哦，要送暖啊，系嘛？系啊，即系咧，叫做咧，喂，金正恩咁癫咧，送弹，金正恩咁癫你都搞得掂喎，做颁个和奖俾你。如果咧，即系我谂起个情景就系、是，就颁俾佢两个，就是、金正恩加特朗普，然之后两个一齐领奖，咁咪几过瘾个场面。又或者咧，将50,000人民币咧分别寄去。北韓同埋咧華盛頓，唔係寄去唔好啊，個鏡頭唔個鏡頭唔好睇啊！但佢哋會嚟領獎噶，唔係咪就係要引佢哋嚟啊嘛？如果嚟咧，唔係如果嚟到嘅話就好正，嗰個畫面係好精彩嘅。你諗下呢兩個嘢，跟住喺阿習手上。就攞住一攞，仲要咧唱100蚊人民币，或者系10蚊人民币、啊，唱到佢大大嚿，大大嚿怼俾佢，跟住咧大家握手影相，咁样话呢个镜头都几好睇、啊。习近平啊，相当欢迎嘅，因为咧佢而家成日都话啊嘛，马云啊，马化腾啊嘛，你令到而家中国啊嘅货币啊嘛流通啊嘛，即系人民币冇用啊嘛，冇人民币化啊嘛系唔啱嘅。但系而家佢哋咧用啲砖头一嚿嚿银纸颁俾人，即系证明人民币有用嘅。咁样呢、這个大受欢迎嘅，都符合国家政策呢、這个啊，唔系，我觉得咧，因为佢后期咧颁俾普京嗰阵时咧，已经唔系一捆人民币100,000蚊嘅，已经系有个奖座噶，已经改咗噶啦。你嗰个系第一届，因为咧第一届唔知啦，太仓促啦。因为刘晓波攞咗和平奖嘛，诺贝尔和平奖，咁佢哋咧就要搵即刻又生产翻一个出嚟抗衡啦。我哋咧其实有读历史已经知道啦，喺50年代啊，中共就。冇办法进入呢个联合国啊嘛，亦都系俾人排斥于外噶嘛，所以咧佢哋参加唔到，亦都参加唔到亚运，所以咧佢哋咧就自己搞咗一个叫亚非拉运动会吓，咁啊咩叫亚非拉咧？亚洲啦，拉丁美洲同埋非洲吓，亚非拉冇错啦，即系纳米比亚、嗰啲咩坦桑尼亚。啊，咁啊，拉丁美洲嗰啲咧，又唔知边几个国家，总之全部都系十分之第三世界啦吓、啊，即系五环咧得个三个环。咁啊唔系嘅，咁啊唔系嘅，咁佢五咁佢非洲都冇啲大国嘅、嗯，都系得啲小国嘅啫，因为大国嗰阵时未巴结到嘛，系嘛？唔系嗰阵时非洲有好多国家未独立嘅。哦，系喎系喎，嗰时南非未独立嘅，好多国家未独立嘅。系咁，所以咧，咁啊，逢亲嗰啲组织咧，佢都自己搞啲嘢出嚟，好似你哋有咩世界银行，佢咪搞个亚投行出嚟咯，系嘛？咁啊，唔使啊，唔使讲咁远啦，讲香港啦。系好多人到而家都仲搞错噶。70年代周刊大家知啦。你而有份搞过啦吓。系啊。但好多人都搞錯一樣嘢，其實70年代唔係初出嘅，係初出嗰本叫70年代雙周刊，哦，嗰、那個咧就係對家嘅，哦，咁咧係攞點解個70年代就出嚟咧，就係攞嚟頂70年代嘅，哦，我知啦，即係咧，其實而家大陸其實都係學緊。而家共產黨嗰套啊，五糧液之下咧，有一糧液、二糧液、三糧液、四糧液、六七八九十，我見到去到十糧液都有嘅，有十兄弟嚇、啊，五糧液係啊，十兄弟都唔出奇啊！阿里巴巴有阿里姐姐、阿里媽媽、阿里叔叔、阿里嬸嬸係嘛？啊，真40大度得個啫，但係阿里人都非常多。喂，咁啊冚家都有噶嘛？咁你有阿里有爸爸嘅，有媽媽嘅啦，好正常。啊！呢个系一个完美嘅社会，系咪应该有哥哥、姐姐、兄弟、姊妹、叔伯咧？系咪有阿里姑拉啊？阿里爷爷嗰度，阿里爷爷啊！
係嘛？所以咧好正常，我覺得嚇。咁啊，即係佢哋絕對唔係一種抄襲嘅，係嘛？咁啊，我哋咧其實要講翻少少呢個國內嘅政局啦，因為咧頭先我哋都討論咗好多話題嘅。喂，我俾呢兩日俾幾個網友問過我，佢話咧好似淨係得我哋講，唔好意思，習近平話呢一次嘅北大學會議，佢真係唔能夠掌控全國，係。我夠膽講係淨係得我哋講，而且我哋當時係大膽預測習近平有倒台危機。而家咧，我哋再修正我哋嘅睇法咧，佢係同倒台唔係好大分別。有機會咧，即係當然咧，佢肯唔肯係另一回事。但係現實嗰個政治咧，係好大機會咧，佢係做一個虛位元首，又或者咧冇乜實權。只是一个挂名留返你喺度啦，不过呢下低就全部都俾人哋呢个斩嗰个杀，咁掹掹下掹剩冇几多个。咁以前呢呢个都系讲緊天安门89年呢个天安门大捷之后，咁有个嗰啲叫做呢顺口溜啦，嗰啲大陆佬讲嘅，叫做呢毛泽东嘅干部呢两袖清风，华国锋嘅干部呢就无影无踪，咁啊，邓小平嘅干部咧就百万富翁，呢、這个当然要用普通话讲啦。呢个系八十年代已经讲嘅啦。呢、這个系哦，但系喺呢个六四之后咧就讲得特别多。六四之后讲得特别多，八十年代已经讲嘅。我八十年代已经讲噶啦。咁啊，到到六四之后咧讲得特别多，因为当时我好细个，11岁啊，咁啊后期再听翻咧，就好多人讲呢啲嘢。咁最主要咧，我想带出一个咧，而家呢个叫做咧华国锋嘅干部咧。大家有几多个佢仲记得华国锋时代啲咩干部咧？真系无影无踪。汪东兴，仲有好多个，仲有纪登辉咧。你记得陈石暖啦？真系唔记得啊，大佬。仲有韦国清啦，跟住仲有一个陈永贵啦。陈永贵系。陈永贵就农民嚟嘅，唔识字嘅，不过咧就好彩做咗国务院副总理。系啊。啊！這個、呢个咧系成为全国人民啊，全国农民嘅偶像，因为一个唔识字嘅总理咧。啊！即系大家都谂都谂唔到嘅吓，咁、啊、好多关于陈永贵啲笑料，大家上网打陈永贵就会好多笑料出嚟噶啦吓，因为佢去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佢拎住好似鸡鸭咁样拎住唔知一对鸡鸭去开会嘅吓、啊，因为佢系国务院副总理。咁啊，嚟紧呢个叫做咧，习近平嘅干部会唔会无影无踪咧？黄岐山啦、啊，睇。睇黄岐山啦，我觉得黄岐山今届十九大就留唔到喺度。应该都唔喺度。好大机会，因为咧啱啱最近嗰个叫做咧日本读卖新闻系嘛？系。定系朝日新闻定系读卖？读卖新闻。读卖新闻就出咗咧，就话呢个十九大之前嗰个叫做北大学会议。北大学会议，黄岐山就兵败。兵败如山倒，其实都是叫习近平兵败如山倒啦。黄岐山是先锋咁解啫，系嘛？咁啊，呢个先锋是不是已经被人斩杀呢？呢两日出翻嚟嘅，但系出翻嚟就是有啊，中央我特登睇中央台啊，丧事啊，各样嘢啊，咁佢出嚟即系签名鞠躬啊，咁系。但系你听唔到，即系咧以我哋中国啦。历来都是不干子，当你全部咁样讲咧，会出公开否认。系吓，呢、這个最重要嘅，但系从来都冇。仲有另一个信号，就系咧呢个好多人将佢称为习近平嘅人头，呢、這个叫做王健林吓。咁啊，王健林都出咗事喎。系，据《苹果日报》报道咧，其实系《苹果日报》引述博文社嘅消息，就话咧王健林冚家，因为咧拥有外国护照嘛。去英国，去英国喺天津出境嘅时候咧就被扣留，好似喺个飞机上面逼翻人，逼翻落嚟啊。系咯。哦，咁啊唔使好似《战狼二》咁样啦。随便转。《战狼二》话斋。
中国护照未必可以将你送去全世界任何嘅地方，但你一定有能力将你由全世界任何嘅地方捉翻嚟中国。系咪因为睇到战狼二所以好惊啫？嗱声冚家一齐走，点知走唔切？但系咧，第一个问题，佢冇讲晒，佢讲出咗事实嘅部分啫。啊，点咧？就系、是、全部系点咧？唔系，就系、是、你冇中国护照，佢一样可以送你翻去嘅。這個呢个咧，你唔记得桂文海咩？系啊，首先你一个中国人，所以咧，中国护照其实只系个幌子，最终目的就系捉你翻中国。冇错，系咪啊？唔好谂住你有外国护照啊，有外国护照照捉，系嘛？因为首先你一个中国人，一样出事。你其实睇铜锣湾书店嗰班人都系噶。揸特區護照都一樣嘅啫，我唔同桂文海特別啲嘅瑞典護照啊，瑞典護照一樣死嘅，瑞典護照好罕有噶，係嘛？一樣死，一樣冇得放過係嘛？因為咧，瑞典你本身咧，你係一個反革命國家嘛，你嘅首都叫斯德哥爾摩，因為呢個後群症喺我哋國家快，好多人都患上呢個後群症啊嘛，症後群，症後一樣啊，後群症同症群一樣。但係咁唔係好事咩？對於大陸嚟講，唔係。因为咧，瑞典另外一个斯德哥尔摩就系颁发和平奖嘅地方，每一年颁发。唔系嗰度，达尔辛基啊，喺芬兰系嘛？唔系喎，好似系斯德哥爾摩。挪威奥斯陆啊，奥斯陆啊，大家都讲错，原来奥斯陆啊，喺奥斯陆啊，咁啊算数啦，唔讲呢个啦，吓咁所以咧，呢个中国护照咧，究竟有冇咁嘅威力咧？唔知道，但系王健林可以揸英国护照。定系揸咩国家护照啊？哦，呢啲好难讲嘅，因为咧佢可以好多个外国护照，系吓，因为咁有钱人咧，可能全世界嘅护照都有。因为咧，我上面有啲识得有啲做生意嘅咧，已经纷纷离开国，因为佢俾人限制出境噶啦。但系咧，佢原来搞咗本柬埔寨护照。不过咁，哇！你出到柬埔寨护照，柬埔寨都冇乜用，因为已经系半个解放区嚟嘅。中国政府如果要捉你咧，就方便过喺大陆。佢只要同嗰边单声啫，桂文海咪经过柬埔寨运你翻大陆咯。佢喺泰国俾人捉嘅，跟住绑开柬埔寨，由柬埔寨直接运翻大陆。所以柬埔寨咧都等于半个解放区噶啦。所以咧，都救你唔到啦，即系话。基本上咧，如果你啊以为揸住柬埔寨护照就得啦咧，你就好天真啦吓。因为咧，嗰本柬埔寨护照其实同中国护照差唔多，都系揸住一样咁大镬。如果揸住缅甸护照可能好啲。缅甸好啲，因为而家缅甸做咗美国佬条靓啦嘛，系啊，系嘛，会好少少嘅。咁但系泰国咪因为美国佬条靓系嘛，但系泰国一样系佢食两家茶礼噶嘛，可以系嘛。嗱，咁我哋咧而要讲翻呢个十九大啊，我哋咧其实朝日读埋新闻，读埋新闻，同埋王健林呢单嘢咧，其实都印证咗我哋有机会讲中。即系我哋唔敢话我哋一定系中啦，系咪？即系我哋唔会讲话中中中有中嘅，因为咧呢样我哋当时咁样估咧，其实全世界好似得我哋估话习近平有机会倒台啦。因为我哋嘅逻辑性比较强啲，系因为你其实咧从种种蛛丝马迹咧，你系发觉唔寻常嘅，只系冇人将呢个局咁样。即系好宏观咁再睇一次，因为你讲先，你睇翻呢几年来咧所发生嘅嘢，系将习近平塑造一个咧喺中国系横行无忌嘅一个独裁者，喺外国人嘅眼中咧，佢系一个好有钱嘅独裁者，佢系一个发咗达嘅希特拉，又或者系发咗达嘅呢个叫做墨索里尼，总之就系类似啦吓，发咗达希特拉啊，系嘛？哇，好难度高啊！呢个真系好难度高啊！喂，佢而家咪系我觉得分别唔大啦，或者系发咗达嘅史泰龙，系嘛？大家差唔多。当你有咗钱，全世界好多地方，尤其是嗰啲好多地方嘅反对党啊政客咧，都系同你有来往，收买咗，每一个国家嘅政党你都可以收买嘅时候，你就喺个任何人你都唔怕，民主党、共和党。可能民主党即系啲人会重视人权少少啊，同你做生意之前同你讲两句人权。共和党就净系同你做生意啫，唔捻使讲人权，系嘛？你睇澳洲就知道，澳洲已经系啦，俾中共买起晒噶啦，成个澳洲政坛。而家成个啲人嘈咯，系啊，澳洲嘈咯，系啊，澳洲政府啊，或者好多公营机构全部用华为。系啊，嘈得好紧要啊！而家我喺外国嗰边啊，咁你睇下啦，呢几年嚟啊，成个局势咧，将习近平塑造到咧，佢一个人可以话晒事。
但是呢邊又有一件事啟發到我，就是特首選舉。從特首選舉我哋綜合返睇返大幾元，睇返成報，再對照返個現實，跟住再睇返喂張德江同習近平唔係好大區別㗎咗。佢哋中間冇任何派系鬥爭喎。根本而家所有嘅嘢就係我哋習近平去做。啲人呢可能將所有衰嘢推曬喺你手上。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係咪甚焉。係咪咁你而家啲人係囉你習近平鍾意獨裁喎我哋做得盡。劉曉波要你死無全屍，要你殺即日將你啲骨灰倒曬落海，探都唔撚準你探，留下跟住要流亡，跟住要夾你周圍去。喂做咗好過分嘅，所有嘢咪入曬做曬做囉。咪话唔到是特首选举你睇到嘅。係呀。譬如你走和解路线呢，你冇理由换咗呢个系林郑。係。因为由头到尾呢你摆出嚟呢，你共产党嘅姿态，即係习近平嘅姿态，就系呢个胡素贞。係呀。但后尾变，咁你变咗就变咗啦，但你蛛丝马迹一路系咁行。係。总唔知呢每一次呢当你塑造到习近平呢系成个中国嘅唯一嘅时候呢，佢就有啲嘢突然间会出错嘅。係啦。就同佢完全系相反。跟住消声匿迹又冇咗，转头又再嚟个小红为利呢单嘢，好明显。本来笑下，即系我将你嘅形象讲真啦，如果反而话你小红为利，奥巴马亲和反而做多啦，仲有亲切感，啲人会觉得啊，你啲习近平都唔系洪水猛兽，都唔系叫做运势魔王啦，系嘛？但系咧，你小红为利禁埋，连呢个卡通片都禁埋，跟住胖虎俾人笑佢系胖虎，你胖虎都禁埋。是吧？喂，你是将习近平塑造到一个运势魔王一样。仲有就是国内有很多的反弹情绪，因为呢你封 VPN, 封 WhatsApp, 甚至呢只要讲一句不啱听的呢就全部都拉晒。在人哋的心目中你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咁你就话压力越大的时候反抗力自然大，所以近期的民众事件全部都是几万人十几万人出现。哦，跟住加上那个深圳那个度搞慈善嗰档嘢啦，系啊，嗰度叫咩名啊？时间醒起三个字嘅，唔知咩团系嘛？吓、啊，不停你搞慈善嗰个传销嚟嘅，有突然间有六七万人去到北京，系可以无声无息。喂，而家嘅劲过法轮功啊！喂，而家嘅监控啊，比起2000年1999年全部实名制，所有电话。WhatsApp、微信、微信 WeChat、微博，你啲字啊监控晒，你有乜理由可以几万人一齐上北京？老实讲，唔放你系冇可能，系特登有人，系有人放嘅，系特登有人放水，系要你习近平唔放系冇可能嘅。系啦，跟住转头又解掂咗，跟住转头佢即系不停有啲少少披流，好似而家话传律政书，唔系律政书会律政有事吓、会做呢个政治局常委，但系。你是你的人，跟住马云不是他的人嚟噶，马云是个光派噶嘛，咪南华早报咪摆出嚟咯，系啊，吓，咁我问你啦，即使你上咗去，即系换句说话，喺唔好话光派啦，即系话赌杂派，佢里边有啲人揸住咗你而家律战书嘅铜墙，嗱，马云真系百分百嘅光派嚟嘅，佢系光面行只人头嚟嘅，好明显，啊，你睇下你睇下郭文贵即系。有啲人买又唔知佢听咩冇睇呀咁林依依成日都讲啦咁。但你睇到嘅佢打黄岐山，打到黄岐山有一个点嘅时候就开始打你习近平，话你习近平有私生子。係有私生子。跟住两开行嘅老板。係两个月前就已经话一定会拉呢个黄建林。两个月前讲呀。啊转头真係一拉。你一拉佢佢即刻反个转头讲调返转啲人讲啦。就係话习近平呢啊！啲人咧要挟我，叫我搞习近平，我唔肯。点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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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即系话，习近平呢个人，佢都系人头，而家变成咗你习近平仲可以行落去，系因为我哋俾条路你行。唔出奇，而家有机会即系讲掂数咧，等佢做一个虚位元首啦。吓、啊！你而家你数人啊？我唔识啊！嗱，即系我即系李克强，即系而家摆上台面嘅人，呢个习近平、韩正、栗战书。汪洋、胡春华加陈敏仪，有几多个系习近平嘅人呢？数陈敏仪啦，陈敏仪啦，系。但栗战书有机会未必搞得掂，因为咧南华保早报咧而家系如箭在弦啊，未射嘅，有啲字咧已经系话咗俾你知啦，随时射你落嚟。
咁我問你，所以我覺得栗戰書係未必。你揸你而家你話你全部你大權在握，你揸到幾多人？你揸到幾多人？仲有喎、啊，嗱，我哋調翻轉嚟講，陳敏儀係你嘅人，點解會係陳敏儀？點解要即係連票兩級啊？可能大家都講掂數，陳敏儀就頂咗孫政才，未來咧你做埋呢五年，你收檔就俾陳敏儀上。出奇。論資歷、論能力，陳敏儀都未必係一個可以做到呢个位嘅人，但係需要你习近平你起咗啦，你行咗俾你陈敏仪做，你呢个人资历文望样样都唔够嘅话，就变成咗倒闸派话事。你都系嗱，我让咗你㗎啦，俾你上去，但你都冇用。我睇就有机会系即系跛脚鸭，即系外国嘅讲法叫跛脚鸭啦。啊，我系啊，我冇佢咁早，但系总唔知由佢落嚟。佢落嚟香港七一嘅时候，我就觉得喂，点解件事系咁啊？转酒店？转酒店？你零零四四觉得成个人都好似好唔自然嘅，冇理由嘅，俾人哋暗杀咁样好似。吓，你完完全全感觉到，但系一件一件不停咁发生啊！喺每一个礼拜都有啲嘢突然间又渗啲出嚟，跟住转头咧，好似封 VPN 又好，或者封 WhatsApp 都好咧，突然间停你几个钟。你又出翻，跟住而家再嚟，佢不停咁，好似大家喺度斗，俾你睇都系角力咁样。有即系咧，有几单嘢咧，大家如果睇到有一套好似系德国电影嚟，叫《窃听者》啊，讲东德嗰阵时咧，嗰啲秘密警察监控一个嗰啲艺术家，咁咧其实就系嗰个秘密警察放水，佢系听到嗰个艺术家讲啲即系要革命啊，要抗争啲嘢，后尾咧哦。柏林围墙倒下啦，因为东德都灭亡咗，嗰、那个秘密警察咧，好彩，对方咧又有啲人知道佢放水，跟住咧好似又放过佢一马咁样啦，类似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咧，佢系有心放过嗰个叫做嗰个艺术家嗰两个一对情侣嘅，如果唔系嗰对情侣一定俾人枪毙嘅。咁而家大陆嘅情况咧，我觉得尤其是嗰单即系有六七万人上去北京嗰单嘢，一定系放水。如果唔系冇可能，再加上你见最近即系一连串嘅嘢咧，嗱封 VPN 啦，系做啲小动作咧，令到你肉酸难睇，同埋咧你嘅形象唔好啊！特登喺外国咧塑造到你咧，哇！呢、這个习近平咧，喂，你而家在位，啲人咪话要同你做生意咯？喂，你一到人哋 feel 到你失势，就系咁讲噶啦。我觉得佢形象好差噶喺外国。我中国人从来都唔顾形象啊，但系问题就系、是。中国里面的声音觉得你这样是不得的、啊、甚至现在你对印度又说是这样说怎样怎样腾腾、又说是这样调兵跟着钉石头转头你就收到、哦、没事了那你 被中国人看到你自己是怎样觉得不 是外国人看是中国人看你怎样你做反复复的他们即是封锁了外国你外面看的东西他未必里面的人看到但他现在做桩桩件件是现在国内的人都看到看到你习近平并不是那样东西还有不是你吹的那么厉害都是很难留咯是吧即是呢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啊，鬱文嚟嘅，系啊，讲就鬱文，做就碌卵吓，吓呢啲零零舍舍你感受得到嘅，吓、啊、即系早唔知好快结终啦吓，吓、啊、好快结咯，十一月就知道系我哋种定系出边啲人种咯、啊，因为我哋系基本上系同全世界都唱对台噶嘛，因为我哋讲逻辑性啫，我哋又唔系话我哋收到风啊，我哋知道啦，但系只不过一件事，你从即系咧，你睇翻呢几年嚟嗰种发生嗰种唔寻常嘅嘢，系嘛？喂，习近平呢头就话佢系佢全党领导，跟住咧就央视就话姓党系嘛？喂，完全系同习近平唱紧反调，即系抽后脚不断俾人抽后脚嘅。嗰个系刘云山，刘云山系咯。喂，除咗刘云山之外，好多嘢嘅，即系下低做嘢嘅，跟住咁可能小红维你都系刘云山啦，一个管意识形态系嘛，管宣传部系嘛。咁但系其他嘢咧，你呢个换酒店咧？啊，一样啊！你会感觉到，喂，
连嗰啲叫做安全部都信唔过，都唔安全吓、啊。要即刻要调走晒所有嘅国安啊，跟住交翻佢自己嚟处理，或者香港处理。点解？即系有啲嘢你讲唔通啊，系咪啊？即系你做任何嘢，甚至咧佢做好多事，你呢头话哎呀点样点样点样，跟住转头有另外一把声音就话俾你听唔系，不停都系咁。你近期你睇马云呢件事就知啦，即系马云南华早报系南华早报，喂特登要登呢个唔系，但系呢个南华早报呢个咧讲咗好做咗好多年呢、這个呢、這个姓陈嘅呢个女呢、這个专栏作家咧就唔捞咯，收咗工啦，收咗工，即系借佢都系借佢人头一用噶啦吓，咁啊。喂，呢次原來我哋又超時咯，我哋都要收工收工咯，同習近平一樣。咁啊，同習近平一樣收工啦嚇。咁啊，睇下我哋種定係出邊啲人種，因為我哋種出邊就全香港、全世界錯曬噶啦，係嘛？如果呢只係99倍大冷馬嚟嘅。哇！這個唔係，這個係好似李斯特城贏聯賽5000倍噶。真系五千倍嘅，系啊，因为我哋唔系今日讲啊，系讲咗几个月，讲一个月，个零月咧，个零月之前我哋话习近平嘅赌神由七一啦，系全世界冇人咁讲，冇人敢估嘅，个个都估其实一定做到啦。习近平掌控晒，有啲人直情话，哇，习近平已经消灭晒所有反对力量啦，只有习派，真系啊，冇嘅，我觉得习近平系面临瓦解嘅，呢个习派，咁啊。时间差不多啦，我哋呢下一节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拜拜。